世华靠着一双巧手，碧落剪出各种发型，也剪出自己跟女儿的温饱。十四五岁就到美发店里做学徒，一直想靠着自己努力改变生活，却一度误入声色场所当服务生。如今重回美发业，这一路上跌跌撞撞，也曾经在婚姻跟家庭里受到伤害。和前夫离婚后，她得独自抚养女儿，特别选择美发业生意最好的晚间时段休息，目的就是不想错过和宝贝女儿的相处时光。陪伴女儿一步一步的成长，是潘世华所有生活的重心。因着自己不愉快的成长回忆，他竭尽心力，希望给女儿最好的照顾。你好，我是金玉，欢迎收看《真情部落格》。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位来宾呢，他其实从小成长的岁月里面有很多来自于家庭的伤害，到后来结婚之后也碰到了很糟的状况。他一直想要改变他的命运，一直想要翻转他的生活，但是他觉得好辛苦。那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要来听他的故事。欢迎潘世华。你好，世华。金玉姐，你好。你好。小时候家里是算命的，对不对？对，是。爸爸会算命哦？会。哦，为什么会算命啊？就是跟阿公学的，就是一代传一代。所以阿公是跟谁学的？应该是朋友。哦，所以是阿公那一代开始，就跟朋友学算命。对。然后是阿公教爸爸。对。那都算些什么呢？就是八字命盘。你们也跟阿公常常在一起吗？很少。哦，是哦。对。因为爸爸就是带我们出来白手起家，他学会了以后就带我们出来。所以举凡什么什么有婚丧喜庆什么的，可能都要到你家走一趟哦。对，是，是，然后就是身体不舒服也去，运途不好也去。家里面的感情怎么样？不是很好。对，大家有时候在家里就是会想陌生人。爸爸跟阿公之间的感情怎么样？也是一样，阿嬷就是也是会常常骂，从早上一直骂骂到晚上。对，就跟爸爸现在的情形也是一样。他对你们是按照阿公阿妈对他的方式在对待你们？应该是，就是常常在家里很多事情就是用打用骂的，生活上的照顾就是譬如说你可能生病，他也不会带你去看医生，也不懂得教你做人的道理。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去跌跌撞撞去学会的，所以感觉是很遥远，就是距离很远的那种亲子关系哈。对，即使你发烧到你就是全身无力，然后一直发冷，他们也不会带你去看医生。你有没有怀疑过说你自己是不是轻生的？有，因为他常常打我们，所以就变像我爸爸打他是用摔的。对，他是不管你会受伤还是怎样，他就是用摔的，很严重。有时候可能就是跟同学出去，然后可能就比如说下课的时候可能玩个五分钟至十分钟，那回来就惨了。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他对每个都是这样吗？还是其实差不多。然后对弟弟他们，因为他们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所以他会对弟弟其实会比较严格，就是在他们小时候就是常常一人用童军绳，一人绑一头，然后绑在柱子上，就是不要让他们出去玩。所以感觉上爸爸的管教是好像是比较没有方法。对，用的方式不对。对，但是也能体谅说他爱我们，但是他用的方式是不是正常的父亲会做的事情。爸爸脾气这么暴躁，他会不会跟别人发生冲突啊？他以前有一段时间很爱喝酒，然后就是脾气不好会跟人家吵架，吵完就回家拿刀子要去砍人。有闹过大事吗？是没有，因为我们都会去制止他。你们怎么制止？抓他。对，只能用抓的，然后把所有的刀子剪刀全部藏到床底下，然后我和姐姐就会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那妈妈的角色呢？妈妈就是爸爸打妈妈跟着打。
不会出来保护我，不会。离开家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吧？会，因为在家里你会觉得根本就没有温暖，因为你会有很深的感觉是这个家就是伤害我的家。在学校里面会好一点吗？老师对你好吗？国中的时候，因为当时那时候我是卫生股长，因为同学的没有整理得很干净，就在窗户没有擦得很干净，一点点灰尘而已，他把我的头压在窗户边，就是一个一个压。他是对所有的同学都是这样，还是专挑你、啊、对某几个，可能是他不喜欢的吧。在家里也不快乐，在学校也不快乐，而且都好有压力哦。那那时候你怎么办？因为我觉得以前的小朋友都比较单纯，然后会傻傻的吧，就一天过一天了。那你功课好吗？中等，嗯，都超十几名吧。嗯，对。会想要很努力的把书念好，让自己未来可以脱离这样的环境吗？当时不会，因为爸爸妈妈其实他不注重你的功课，他觉得女孩子有读没读都好。到国二的时候，因为妈妈搬家，然后因为弟弟要念台北的学校，然后就辍学。你就辍学了？对。做什么呢？就去全美法。年轻时，潘世华和前夫奉子成婚，他学习经营婚姻，尽力想做女儿的好妈妈，老公的好太太。在婚姻当中，他似乎看到了幸福的曙光，但却因着前夫的误入歧途，不止伤害了整个家庭，潘世华对先生的信任也破碎了。离婚时，他除了要照顾不到一岁的女儿，还得面对外界所有的眼光。世华那时候也过得蛮苦的，对，他一个人，因为当初爸妈不认同他的婚姻，所以当他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只能做一个陪伴者，然后爸爸妈妈也是一直都不接纳。他前夫在进去牢狱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的个性，就是还是朋友为重，对。然后一直向世华拿钱，那世华他本身他自己是单亲，带着女儿，其实就已经蛮辛苦。因为好像有房子的压力，什么贷款什么，他也曾经卖过卤味。好像他需要去工作这样子，嘿，那后来就因为那个孩子好像在婆家照顾一阵子，那世华会想念嘛，所以就把他接走了。接走之后就跟那个婆家完全没有关系，到现在也没有听说有什么任何的联络。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其实要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她是。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但是他只有一个想法，是说他不希望说未来的生活是这样子一直沉沦下去的，那没有非常没有安全感。离开了学校的世华就开始想说多赚点钱，然后也更换了行业，也认识了男朋友，好像可以组织一个家庭，展开幸福的人生。但是并不是一切像你想象中那么圆满了。我们先从你辍学以后开始学美发说起好了。嗯，其实你有没有兴趣呢？有，是有兴趣的。是，嗯，因为想要赚钱，只是为了想赚钱。对，然后有能够养活自己，当时还蛮辛苦的，薪水不高，顶多可能三四千块。那很多事情就要做，就用手洗毛巾啊，然后还要帮他们带小孩，对，还要有时候还要煮饭啊。嗯嗯，对，嗯嗯。还蛮辛苦的，就是有时候做到十根手指头都裂开，但是一份执着吧，就是也是一直存钱，也没什么花钱，就一直存一直存，然后去上课，对，然后很快就升到设计师了。升设计师的话，其实薪水应该也还不错。不，后来你为什么会到酒店去呢？其实设计师薪水不高，不高，在当时候那时候不是说很高的薪水，对，顶多可能两万出头而已。嗯嗯嗯，对，因为蛮久了，我做这一行
等于在20年前的事情，所以薪水其实是不高的，但是你会想要搬离这个家，对，然后我会才会说，嗯，想要赚多一点钱。嗯，你是听人介绍的，是不是？对，那以当时其实那时候经济还不错，所以一天可以赚的小费可以到3-4千块以上都有，所以这也会让你为了钱一头就栽进去了， 对， 对不对？对，就把那个美发的专业就先放掉了。可是在酒店里面这样子，你真的可以存得到钱，保持单纯吗？因为当时年轻啊，很爱玩，嗯，有存到钱，因为妈妈还是有强迫帮我存钱。嗯嗯，那存钱以后就是有买房子，对。妈妈，所以你的薪水都要交给妈妈管的，哦，一半以上，对，哦。对，所以那个时候一半就拿去玩掉了。对，因为我想那个环境里面耳濡目染嘛，还会喜欢买一些漂亮的东西。对，是。不是那时候回头还要想想，要感谢妈妈，嗯，对不对？强迫你这样，对，帮你攒了一点钱。对，嗯，就当初也是会不懂啊，会觉得妈妈干嘛一直跟我拿钱？嗯，对，但是也会不谅解。但是后来他们帮我订了房子以后，才会了解哦，原来你们要帮我买房子。你在酒店做了多久？后来做了差不多1年多2年。嗯嗯，所以在那里认识前夫的吗？在那里认识，然后他朋友跟我要电话，对，然后才开始慢慢去认识他。嗯嗯，才开始交往。所以他是上酒店的客人哦。是。那你还敢跟他交往？因为想要去追寻家中没有的爱。你有了解很深他的背景啊，他的行业啊什么的吗？没有很深认识，就是在交往1年多，就因为怀孕，然后就结婚。那他到底对你好不好呢？就是每个礼拜其实都会带我去走一走，然后家庭家里的事情家事很多都是他在做，哦，然后他也会煮饭。哦，不错哦。对，算还不错，哦，算是蛮尽责任的丈夫哦。是，对。后来或许他想要赚更多的钱，嗯，然后去结交一些不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因犯法，就是贩卖枪械，被当现行犯抓起来。你都不晓得他在做什么？其实那时候有知道，但是有跟他讲，但是他私底下做，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被抓的那天，你是怎么被通知的？因为我一直打电话，我想说，哎，怎么都一直没接电话，所以我就一直拨。然后是他后来有接，但是应该是警察让他接的啦。对，然后才跟我讲说他在哪里。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嗯，所以性刑犯他的牢狱之灾躲不掉吗？是，嗯，判4年。4年。对，你嫁给他之后，家里的经济都靠他，是不是？大部分。所以你几乎是没有在工作吗？对，因为我要带小孩。那他被抓去关之后怎么办？生活怎么过啊？当他被抓去关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房贷、车贷的压力。对。对，然后还有小孩子。那一段时间，那个月，我暴瘦了20几公斤，因为我觉得，就会觉得人生没什么盼望。嗯嗯，跟自己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想说干脆自己来做生意，我就卖卤味。做卤味，你一个人要带一个小孩，那么小。嗯，然后要搞定所有的事情，是早上超4-5点就要起来去补货嘛，然后就是背着他啊，手上拿了20几公斤的货，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没时间弄给他吃啊，对啊，然后他就会捡地上不要的食材吃，对，你看到了会觉得很心酸吧？会啊，就是会觉得很对不起他。你是到后来怎么跟你的狱中的前夫提说要离婚的，你有跟他聊说你活不下去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依靠啦，或者他有没有帮你想想办法什么的？其实是没有的，都没有。有跟先生讲说压力很大，但是他没办法体谅。嗯嗯，他还是会每次去看他，每次拿钱，所以就是打点里面的一些。对，所以可能在里面会比较好过。嗯，是， 是是，所以他会一直跟你拿钱，然后请你汇钱给哪一位哪一位。我跟他讲说，在你身上我看不到未来。
我压力好大，对，然后我觉得你没办法感受到我那种苦，因为他在狱中，我就直接用判决离婚。那你一个人就带着女儿？对，是，就只好过着卖卤味到处跑的日子。对，有时候顾不好那个一岁才一岁的小朋友，对不对？一岁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岁半左右吧。因为有时候冬天真的很冷，然后风很大，然后常常就是感冒，一直感冒不好，然后有时候会突然不见了，然后你就要把摊子丢下来，然后赶快去找，去找他，对。哇，想到这样的日子，觉得很辛苦哎。然后身边的孩子这样，你又不忍心，又没有选择的让他这样子饿着、冻着，有时候还不见。对，如果真的走失了，或是真的回不来了，你就要崩溃了吧？你最后放弃了卖卤味，对不对？对，因为他一直感冒，一直感冒，然后常常不见，因为马路上也蛮危险的。对对，所以想了很久，我还是放弃，然后就是去求助爸爸。我的眼睛一直动，不是我自己在动，但是我会发觉动的速度还蛮快的。当下其实没什么感觉，等到回家的时候，到晚上十点半，你就莫名其妙就想睡觉了，然后就很好睡，然后后来才发觉我的忧郁症好了耶。离婚后带着一岁多的女儿，谭世华没有办法继续从事美发业，求职四处碰壁，孩子嗷嗷待哺，辗转之下只好选择回到父亲的算命馆开始他的算命工作。那一段时间他真的很不快乐，其实在当中他也会觉得很灰暗，那再加上他父亲是很活生生的在他们面前，就是从在还没从事这个行业之前，他父亲是非常慈爱的，然后虽然家境不是很好，但是会常常带领他们家的小朋友让孩子们都就是常常会有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但是自从他爸爸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呢，就是好像整个个性就都变了，所以其实他们常常是活在恐惧当中的。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事业嘛，嘿，然后他知道他爸爸好像在帮助一些人嘛，可是他爸爸过得并不好，甚至他爸爸本身也受到一些情绪上的那个影响，啊，爸爸本身的情绪是不稳定的，这样，好，然后呢，他们在宫里面都要寻求平安嘛，所以就会有要那个求神问卜嘛，就是会有那些仪式啊什么，好，要占卜啊干嘛，有些仪式来，那对世华来讲呢，他会觉得他很假，因为其实，在算命。在命理界这个行业其实很多啦，都是要怎么讲，就是客人一踏进来的第一句话其实是蛮重要，就是你就要猜测，就是以心理学方法猜测他在想什么。当然不好的事情人家才会去找算命，好的事情人家就其实基本上不会有想说多想要去啊花这笔钱啊去算命啊算一下。可是我觉得在这当中其实压力，尤其那种精神压力其实是非常大。带着女儿回到父亲那里算是投靠了算命馆，所以自己也开始做算命的工作，经济上是比较没有问题了啦，但是你的心理压力开始逐渐的往上升高。这就要讲到说其实你本身有一点灵异体质，对不对？是。那个灵异体质在你从小显现的状况是什么？有时候会无形当中看到白色的东西。你们家是只有你会还是爸爸也会？爸爸也会。那其他兄弟姐妹会？不会。对，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一团人球就一直追着你跑，到后来是不见了，因为我就缩到角落上角落里面，然后就不见了。所以爸爸教你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爸爸就是教说你就不要理他们嘛，就只教这样。然后因为你只能听爸爸说的话，你也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处理，那个是什么，只知道说是不好的东西。对，然后你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只能躲。你们不是专门就是帮人家处理这些事情的吗？
那怎么会自己不知道怎么处理？其实我觉得这一行业是就像催眠术一样，就因为会进来问的都是运途不好，或是遇到什么困难，或是身体上有一些疾病，但是你会就是好像催眠术，就比如说你跟他讲说你今年会有车祸，可能当事人也在那一直想，对，有车祸有车祸，所以当如果说真的发生了以后，会觉得是真的，你讲得好准。你后来就开始跟着学，对，从读什么书开始？易经，要背，对，然后八字很多资料就是都用背的，背的，然后去对照八字，这样你就可以帮人家看命了。是，姐姐也会哦，姐姐也会，对。所以你们俩那时候都是回去投靠爸爸的意思，他也是离婚吗？他跟我的情形有点像哦，那他也有小孩吗？他也有小孩，对。哦，所以你们两个带着小孩就一起回到爸爸这里，然后你跟姐姐就开始一起算命。对。可是你们相信自己算出来的东西是准的吗？我记得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因为身体不舒服，她觉得她胃不舒服，因为我们算也不可能算到很精确，我们只能照着她讲的，就跟她讲说。对，你是胃不舒服，肠胃上不舒服，但是后来导师说那个女生拖了两三个月检查肠胃，因为都没问题，后来是肺癌。对，所以对这件事情其实还蛮愧疚的，因为她相信你们说她就是肠胃的问题，所以她就没有再去进一步的看诊。是，换句话讲，你会觉得自责的是说好像你们害她延误就医了。对，是，没有很快的诊断出癌症。是，就后来她走了吗？她没有走，但是好像是癌症第二期吧。哦，他们有回来？还好没有很严重。有回来骂人吗？对方的妈妈有回来讲，就是对我爸爸讲，对，说我们都给他乱算，对我们来讲其实蛮有压力的，对，随时都不能讲错话，对，因为讲错话你会害别人。可是这就很难了，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你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那你很怕讲错话，所以你到底能给他们什么呢？你能讲些什么呢？我们顺着他的话语讲。因为其实就比如说我就说好累哦，对对对，你很辛苦哦，你应该觉得全身肌肉酸痛，你应该常常觉得自己很委屈，就这样顺着这样。对，就顺着他讲。哦，对对对，你好准哦，这样。对，不会讲太多。对，因为讲太多会人家讲的破功。是，你是真的为了生活才去这样做的，对不对？对，是。所以那段时间你的心理压力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晚上睡不好，就睡不着，就曾经最多是几乎每天都超睡一两个钟头，睡不多，然后到后来就要靠安眠药。姐姐跟你一样压力大吗？是，对，都压力都还蛮大的，因为父亲给的压力还蛮大的。对，因为他常骂我们很笨啊，都学不会这样。姐姐后来就真的在精神上出了比较严重的状况，齁，对。那你有看医生吗？我们都有在看医生，都固定看。对，真的，对。这种状况，你们爸爸会帮你们算命吗？其实我发觉，其实他也不信这个，他只是说做这一行就为了赚钱而已。哦，对。但是我会觉得，你做算命这一行，钱赚到了，但是你的家庭是完全摧毁的。你有考虑过离开这个地方，就是不要再做这件事情，至少把自己的身心状况调回来吗？会想要离开，但又碍于小孩子还小，我只能说熬，让他熬到幼稚园，我才有办法离开。后来是姐姐先离开的。后来姐姐就是因为受不了爸爸给的压力，就先离开了。后来姐姐先离开，姐姐去哪里呢？她能做什么呢？她好像是做工厂，作业员，就做作业员。对，对，然后至少说她可以带到小孩，接送小孩上下课。
你后来辗转听说他改信了别的宗教，对不对？是他一个好朋友带他进教会，对，然后 我会一直观察他们，对，因为 宗教上的冲突还蛮大的。怎么说？因为我发觉在我观察的阶段，我会觉得基督教教会好像真的不太一样。我看他跟他女儿的改变，因为他有带我女儿也进教会，跟着他们进教会，小孩子也变喜乐了。对，小孩子还互动上面改善蛮大的。可是他敢跟爸爸讲说他去教会的事情吗？当时他没有讲。还没有讲吗？我们都是私底下去的。在姐姐的影响下，潘世华开始进入教会，也参加小组聚会。当初吸引他的就是姐姐跟女儿的笑容，那是他曾经渴望能拥有的幸福蓝图。随着一步一步接受信仰，他的心也慢慢被打开。先要用时间去做朋友，然后他对你产生了信任，他就越能够开启他比较不太愿意开启的过往。过去的他比较看见他自己的问题，好，过去的他比较看到他自己有很多好像为什么会是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啊，为什么我是这么受伤的人，为什么神这样让我那么苦。好，可是如现在的他看起来就好像是他可以给他，也是在因为我们在 原生家庭本身就一直都不是很开心，对，然后我们一直其实就像人家讲的，你溺水了，你就很想抓住一个浮板的那种感觉。对，世华也是这样子。我当初要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会凭自己的感觉去走，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应该不会成。可是哎，世华也有一颗，后来我一跟他提，他就很渴慕，就他自己就去找教会这样子。在姐姐去了教会之后呢，其实世华发现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他也说不上来到底发现是什么改变，所以你自己也就跟着到了教会去看看嘛，对不对？考虑很久了，其实还蛮考虑蛮久的，嗯，然后就先看电视，嗯，对，我就先看 Good TV 先看，然后慢慢去了解，然后我才去找教会，嗯嗯，对，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到主日，你还记不记得情况是什么？因为当时我进教会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们在敬拜，有的人又跳，就觉得只能说怪，对，然后我就融入他们，只能融入他们，我就站在那边看而已。那因为是第一次进教会，所以第一次进教会的姐妹都会站起来让人家祝福嘛。蛮妙的一个感觉是，当我眼睛闭起来，他们为我祝福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动，不是我自己在动，但是我会发觉动的速度还蛮快的。当下其实没什么感觉，等到回家的时候，到晚上十点半，你就莫名其妙就想睡觉了。然后那一天我也没靠药物，然后就很好睡。然后后来才发觉我的忧郁症好了耶，我竟然不用吃药。然后从那一天起，就到十点半我就自然想睡觉了。失眠的问题从此就解决了，就没有再回来了吗？当时因为进教会的时候还在爸爸那边做，嗯，然后他们教会的人就跟我讲说，就教导我说你就祷告，嗯嗯。因为害怕爸爸的权威，所以你会质疑啊，其实当下其实会质疑说哎，祷告真的有效吗？对，然后其实会想渴望说想更认识吧，更认识基督教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当下是后来教会有邀请我进入小组，我看到里面大家互相关心，就是那种真正像一个家的感觉。听说你去小组的前一天女儿有发烧还是什么的，是不是？就是
很奇妙啊，我也觉得很奇妙，因为其实小孩子发烧都会在半夜，怕说我睡过头，他怎么了？我不知道。对，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他如果发烧，你叫我起来。我只祷告这样而已。然后我在半夜，我记得是一两点的时候，我听到一个铃铛声音，很微小的一个铃铛声音。我起来第一个反应就是看女儿，她已经边吐边睡。然后我为她量体温是39.3还6，忘记了。对，体温还蛮高的，所以神蛮奇妙的啦，我觉得还蛮奇妙的。嗯哼，很奇妙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不只是你听到那个铃铛声，就是你祷告之后哦，好像神叫你起来，赶快顾女儿。对，你离开算命馆之后，你还发生了更奇怪的事情哦。当时心中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去跟你爸爸讲话，而且是很急促的，就是好像逼你，你就是去跟爸爸讲话。对，然后早上那时候是早上的时候，不敢讲啊。到中餐煮完了，请爸爸吃饭，就跟他讲爸爸吃饭了，他就开始爆发了，然后就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而且都很大声很凶啊。然后我当下我很生气，我很难过，我就哭着跟他讲说，其实家人很关心你，你为什么都要伤害我们呢？然后我就出去了，对，然后我就没做了，然后我才打电话跟小组长讲，所以我离开爸爸那边。当下他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受洗？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说好。其实当下决定要受洗的时候，就连吐三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连吐三天。吐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你也没吃东西，就从早上一直吐一直吐。后来有稍微比较好一点，我想说那我去买圣经好了。可是蛮奇妙的是，我买圣经的时候竟然会在车上会感觉到心脏快停止了，然后那一种呼吸是快要呼吸不到空气。当下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只能求主吧，就说主耶稣你救我吧，我就赶快下车，结果没想到下车的地方是国泰医院，然后就进去急诊，医生也说没怎样，就完全没事，就是你就没办法呼吸，医生检查的结果是就没怎样，你身体没怎样啊。我后来还是坚持去买，嗯，对，然后还一次买2本，嗯嗯，对，就买了以后，在受洗的前一天，那一天晚上，我感觉到我房间有一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然后那种东西会已经在你旁边，你会觉得一团黑色的东西，当下你是没有还没有睡，那个东西就压到你身上，而且很重，很害怕，还是会害怕，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也是只能呼求耶稣救我，然后那种名字是讲出来的话是用挤出来的，可是我觉得神的名真的还蛮好用的，我呼求两声那个东西就不见了。你后来知道为什么会吐，为什么会晕不能呼吸，或是为什么会鬼压床这些情况发生吗？后来是透过就是一些姐妹跟你讲说，你就是被攻击，因为你以前做算命的可能就是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东西，因为知道你要受洗，所以他们要阻挡你。那你受洗之后真的有发生那种他们就被赶走的情况吗？他们就没有再发生这种事情，而且也不会说再看到不好的东西，会常常看到，你连那个灵异的那个眼睛也不看不到了，就没有了，但是会看到光，就是有时候晚上睡觉明明房间是暗的，然后眼睛闭起来突然看到一阵很强烈的光，而且那一阵子常常在看到，但是当下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会让你害怕吗？不会。那个光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平安，对，一种也是蛮奇妙的感觉。
就是你很平安，然后你的心是很平静的。我就祷告神，我和姐姐一起祷告神说，可不可以修复这个关系。没想到虽然第二天成就了，但是因为他出车祸脚断掉，我们不得不去医院面对他。对，就逼着我们你一定要去。进到教会之后，潘世华以前所有的伤害在诗歌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安慰，不断重建自己的心灵力量，修复的爱也在他心中滋养，让他有勇气去修补跟家人的关系。我跟世华还未信主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批评爸爸批评妈妈那一种，就觉得我们心里好受伤哦。那为什么这个伤一辈子都不会好，就好像自己在讲预言的那一种感觉。对啊，可是当世华这样做，就是因为就饶恕嘛，饶恕爸爸这样子，然后愿意一直去关心，一直去关心。透过内在意志，他也知道说，其实父亲他的生命也有很多从他的原生家庭带过来的伤害，在持续的伤害到下一代，所以他也很希望说，在这一代他们就可以停止了那些所谓仇敌带来的一些伤害这样子。我有看过这样的场面，就是爸爸来找他骂他，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因为他怕到了，愣在那里不知道什么言语，不讲不出来，他就愣在那边。好，然后我就知道说那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恐惧。可是现在他没有，哎，他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爸爸，他就是带东西去给他爸爸吃，然后他爸爸是很传统的父亲，不太会说谢谢啦，也不会说孩子我爱你或抱你，不会。可是他接受世华给他的这些东西，甚至开始会跟世华讲他的心里的事情。离开了算命馆，然后世华带着小孩开了一家很可爱的这个美发院，对不对？其实你可以回到发廊去工作的嘛，为什么后来是要自己开一家？当时是还在发廊工作，但是就礼拜天我没办法主日，而且女儿有时候也会反映说，为什么你都不带我出去玩？因为我休假就是平常，我假日不可能休。那神也很奇妙的为我开了这条路。其实我也没钱，也没有点，但是我在工作的地方突然有一个两三个月没来的客人，突然告诉我说，你家隔壁不是有一间二楼要租吗？你可以把它租下来开店啊。对，但是点有了，钱呢？对呀，对，然后祷告，我就跟神讲说，你给我点了，但是钱呢？因为我知道妈妈不太会借我们钱，我说你既然帮我的找到了店，那你就让妈妈来借我钱，让我开店。然后祷告完我就拨电话，没想到妈妈竟然答应，然后她还主动去跟房东去谈。哦，真的哦。对，然后就很顺利就开了一家很小巧，很又可以顾女儿，是又可以发挥你的专长的一个地方。对，其实这样很好啊。可是后来为什么爸爸知道以后会生气呢？因为我后来我开了这家店以后，我就开房小组。其实爸爸后来有跟妈妈离婚了，他自己有另外组家庭，对。然后因为他组家庭，我们不方便去看他。虽然在对面，但是很多无奈，然后又因为害怕恐惧他，所以会觉得根本就不想看到他。当时会有这种情形，但是没想到他跑到店里来大骂一通。对，当下其实是蛮受伤的。对。然后我就跟神讲说，怎么会这样？对。然后我就祷告神说，可不可以恢复和父亲的关系，因为爸爸会觉得我们很不孝顺，为什么就是对他不理了。但是有时候
站在别的角度会觉得你已经有家庭了，我们也不方便再去看你。感觉让爸爸很矛盾哦，他好像很在乎你们，很需要你们的关心，可是他又让你们很怕他，因为他表达的方式全部都是用骂的方式，对，结果把你们吓得越来越远，是，对不对？对，我就祷告神，我和姐姐一起祷告神说，可不可以修复这个关系？因为我觉得双方都是受伤的，对，然后我就祷告，给我们一个机会修复关系，然后使我们能够讲出彼此想要对对方讲的话，对。然后后来没想到，虽然第二天成就了，但是因为他出车祸脚断掉，我们不得不去医院面对他，对，就逼着我们你一定要去，因为站在儿女立场你一定要去看他。神给我和姐姐勇气，就是以前不敢讲的话我们敢讲了。比方说我们会跟他讲说，爸爸这是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对，你过得快乐一点。对，以前他在骂的时候我们是不敢讲的啦，是完全不敢讲。那因为在他出车祸以后就每天去帮他按摩啊，哦，虽然有问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虽然他拒绝了，但是有时候在边帮他按摩的时候我也是默默为他祷告。对，所以能感受到他的心有变柔软了。对，所以他对你们信基督教的这件事情后来他也就没有再反对，他也接受了，也就接受了。对，他一直要我和姐姐再回去做，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受洗了，不可能了。对，而且我觉得是一种咒诅吧。对，从做到看爸爸这样子，然后还有爸爸之前一些就是他一些兄弟，其实很多的下场都不是说很好。对，其实你修补了跟爸爸的关系，还有很大的一层是你也要去修复你跟女儿的关系，因为爸爸曾经很像也是没有人管的孩子，也是不断被骂，所以他也不管你们，然后一直骂你们。其实这个模式在你身上有被复制，对不对？有，也是会小时候常打我女儿。对，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常常在打她。对，到后来信主了以后就慢慢都用讲的。可是很奇怪啊，就你以前也知道要爱女儿啊，而且从你说话里面或是你的工作其实都是为了女儿你在辛苦的，因为你想要照顾她嘛。可是为什么后来你可以很自然的爱，可是之前你跟她的互动就是不好，而且你就是越骂她越打她，或是你把她搞的距离越来越远，那个差别你觉得在哪里？我觉得蛮大的转变，就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喜乐和平安。我觉得爱的力量很大，因为有时候你可以即使她做错了你也会包容他，然后会觉得会想要常常抱抱女儿亲亲女儿。对，那种真正家的感觉啊。对，所以你从上帝这边接受到了这一份，所以让你就给得出去了。对，因为以前你没有嘛。对，因为原生家庭没有给你，所以你就没有东西给小孩了。是，结果到上帝给你的那份让你觉得你被接受，对，哦，然后你觉得很开心，对，然后所以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态度，甚至改变你整个家庭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因为从一开始你的哭泣，哦，可以想象中你在童年的时候的那个亏损，到你现在想到这个事情你会笑出来，不管跟爸爸还是跟女儿，我相信你应该有一些话要跟观众朋友来做分享。我觉得爱里没有惧怕，我觉得爱也是永不止息的。不管你在高山或低谷，其实你有爱的时候，你有办法去原谅，也有办法去饶恕伤害你的人。因为唯有上帝的爱，才有办法让你这样走过来，要不然好难。
我真的就像世华讲的，很多人其实一生在不幸福或不健全的环境当中生长着，所以他就开始在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空虚、很多的无助、很多的苦难当中，好像永远没办法翻身。即使到了后来长大，他所做的一些选择，包括他的婚姻、他的工作，都没有办法挣脱那个让他觉得很悲惨的命运。甚至像世华自己的例子来讲，他还遭受到黑暗权势的掌控。我们的人一生真的可以不一样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可以靠上帝的同在走出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其实他也期待我们赶快去找他，因为到他那里去之后，我们就会被洁净，我们就会得着力量。毕竟我们是他手上的作品，而且时候到了，他会使他的作品成熟，散发光芒，并且展露生命的价值。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理当是美好的，在他手中都是杰作。谢谢你，谢谢世华，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看了潘世华姊妹她的见证，我就在想，为什么有那么多家庭就会有暴力倾向？你看看我的盘子妹，从小就挨打，在家在学校都不快乐，家里头开命相馆算命，但是我觉得她永远走不出来，永远是在那种不快乐的中间。结婚也是一样，但是当我们看见了他认识耶稣之后，完全改变，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因为他可以活在爱中，被爱，他也有力量去爱人，他跟自己家人的关系等等的都慢慢的改变。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多希望我们借着真情部落格，每一位见证人能够帮助你，帮助你的家庭。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吗？来，慈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你让每一位见证人都将他真实的生活面告诉大家。祝我们在这时候借着潘世华姊妹，我们为电视机前面的朋友祷告，也许他的家庭中间有那种不快乐的因子，也许他常年的都在家暴的阴影之下，也许他不知道怎么样，可是他走不出来，心情健康都受影响。主，求你帮助他，你安慰他，主你让他能够走出来，在你的爱里面他能够开心的来仰望你。主，你的光进入到他以及他的家里，让他们全家有改变。我恭敬地为这些电视机前面的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朋友，真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上帝赐福你。